珍珠的五种类型，单色，就一个正极负极的叫单色，双色温就是一个白光一个暖白调它的色温值，然后 RGB 就是红绿蓝三基色的集合体，缺口为负 RGB， 这边是正极，然后 RGB 混出来的颜色是10000K 左右，白光嘛，白光不纯，所以单独给它一个白光，就可以自己选一个白光。如果有选择困难症呢，就是可以选这个 RGB 加双色温，双色温就可以调节到你喜欢的颜色。这就是灯珠的五种类型。